广西北海大墩海海滩附近有一个豪华住宅区，住宅区里建有上百栋别墅，图为空中俯瞰，一栋栋小洋房整齐排列，美观精致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 这些别墅不但造型美观高端奢华，还坐拥一线海景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 可令人唏嘘的是，别墅群内除了几名样板间工作人员和保安，别无他人，冷冷清清，如同鬼城一般。图为别墅区空置十年无人居住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 据介绍，此楼盘2008年开工，时至今日仍无人入住。别墅区内最贵的一栋价钱超6000万元，图为别墅区内无人居住的豪宅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 图为别墅区内无人居住的豪宅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 冷冷清清，如同鬼城一般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 这些别墅不但造型美观高端奢华，还坐拥一线海景。图片署名东方 IC。